哦，假摔，假摔，技术犯规，技术犯规，技术犯规。这确实，这确实，这个演技有点浮夸。这裁确实裁判啊，这个非常果断啊，非常准确的抓到了。真的是，喷森。那现在打通经脉了，已经打通经脉了。哎，他们进入掩护，看篮直接好球，挑战胡金秋。经脉通了，每次突破都能得分。对，维体。这个赛季呢？就是联赛的规定啊，是教练不能走出到这个自己的区域，对，不能到技术台前面去，对，有个缓冲区，而且，所以李春江指导这个，人家就踩在这个白线上，不能过去了，对，不能过去，禁区。